哎，双手，哎，你怎么办？好不好？你们两个把那麦克风拔开了。旁边有朋友。哎，你们的双手借我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双手，双手。哎，后面的那个朋友你要接好哦。你知道吗？凯洛是打垒球的。真的。我丢垒球，我是田径队。